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。大家知道 can 这个词用汉语怎么说吗？能、会、可以，都对。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一学他们三个有什么不一样。能是说自己行不行，会是说学习以后行不行，可以是别人让不让你做。我们来看下面这段话。我和我的朋友从酒吧出来，他问我，你会开车吗？我说，我会开车，但是我喝酒了，所以我不能开车。他说，我老婆不让我在国外开车，所以我不可以开车。所以我们打滴滴吧。好了，你们学会了吗？请用能、会、可以造一个句子。再见。